级汽车。消失的珍珠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阿丽阿丽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兔宝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。阿丽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丽拿走了。酷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啊！我的珍珠不见了！人鱼公主，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他，是他，他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里面，快点快点抓住它。追呀追呀追，鲨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他，是他，他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它。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珍珠没找到。我很生气。是他，他马上成为妈妈，把珍珠看成宝宝，快点快点抓住他。追呀追呀追，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抱歉。别，那我怀疑。人鱼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雷达滴呜滴呜，大海里面找一找，大铲子哐哐哐哐，大海里面挖一挖，找呀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，挖呀挖一挖，珍珠找到了，珍珠珍珠找到了。雷克警长，酷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我知道了。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！嘿，
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怪了阿丽。空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哦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寒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。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。快呼叫指挥中心。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不雪花，冻住喷泉冻住花园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，准备救援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其他人了，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咽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路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空空空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安全困住了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哈哈哈，那当然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
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嘿，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，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牛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。牛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大力神吊车，阿力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轮胎，一二三，咕噜咕噜弹呀弹，大轮胎吊起来，我们一起荡秋千。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找新衣，好有巨大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方向盘转呀转，加点创意和想象。方向盘变呀变，变成是这里大地。汽油桶滚呀滚，小的白蒸汽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。欢迎你来参观，七四妙想汽车馆。好新奇，好喜欢，七四妙想汽车馆。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愤怒的蜜蜂。哇，好甜呀。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卖嘟嘟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
我马上就碰到了。嗯，成功了。啊，好多米萨！快跑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呀，我被困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哈哈！
怎么回事？福特，你的方向错了。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，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。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过速赛车，旋风。超雷达警车，快车。大力神吊车，大力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！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！哐哐哐，伸出手臂拦住路。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。谁来帮帮我？怎么停也停不下。谁来帮帮我？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，吹呀吹呀吹上你。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。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超级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惊险飞行。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，救命！麦多多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哈哈哈。
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啊！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